第一招，偷梁换柱。我会把特制的酒杯藏在包里，然后找机会和李家上的酒杯调换。你干嘛呢？我去上个洗手间，然后酒到了。一起吧。找机会让他涂点护手霜，这样指纹更明显。李总。男人的手也是第二张脸啊。第二张就是趁人之危，把李嘉诚灌醉，趁其不备，重复第一招。喝就喝。One, two, three。如果李嘉诚一直不输怎么办？第三招，兄弟阋墙。不要欺负女孩子嘛！你是女孩子呀。嗯。是，你全小区都是。阿尚，你口都不喝，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俩比一局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第四招，暗度陈仓。原地转十圈，谁先抓到算谁赢。三、二、一，转，走。哪儿呢？只要我们不醉，哪儿呢？就算耍赖，也要让他输。哎，我赢了。李总，您的酒。喝。阿尚的酒我帮他喝吧。你怎么总替他喝？不喝酒就玩大冒险，所以第五招，出奇制胜。大冒险！大什么险？怎么冒啊？啊？那你要……你们俩法式湿吻十秒钟吧。别闹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啊！洋洋，